江湖路冷，大飞下令，我一定要干掉你。跟大飞谈谈，改朝换代，现在乱糟糟。江湖有情，他打大飞那件事我也有份，他扛了才跑路，谁碰他我就干掉谁。两难抉择，是浴火重生还是万劫不复？我杀过来的，一进门就花开富贵，不然你就完蛋了。今晚你只管收钱，给我老包，你不欠我的。你已经死了，好在这再说吧。一起出来混，放过他们。把我们翻个个，想把他们找出来。放逐，周六晚上9点，星空卫视。